谢谢谢谢。对，我们有专业的点火员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因为我们台上呢稍微有一点风哦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大家等一下呢，如果等一下这个火还是熄灭的话，没关系，大家可以把你的手指拿出来当做你的那个蜡烛的烛火。你可以看到后面是大家精心为你准备的影片，你的第二首歌的 MV， 你本人有演的。哎呦，很烦哎，很感人，很烦哎。今天真的是奈吉的生日，这个可以说是射手座宝宝啊，最狂野、最可爱啊。是一个小小的惊喜，奈吉今天除了拿下彩虹大使大奖之外，还要在台上过生日，你要不要许个愿呢？我希望就是各位在同志感情这条路上面可以再更顺利一点，不要就是对啊，反正大家开心就好了。嗯，哇，然后也希望直播可以顺利一点哦，谢谢。第三个我就藏起来了，谢谢。好的，真的很感性啊。那我们就让你切象征性的一刀，然后接下来再把整个蛋糕留给我个人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没吹蜡烛。好的，请吹熄这个蜡烛。那个愿望都实现。我们是的。哇，还有两个蛋糕哎。你今天真的是收获很不少。很丰厚，一个帅气，一个。好的，让我们再次祝奈吉生日快乐！谢谢奈吉，谢谢奈吉，我们想要蛋糕。耶，谢谢。谢谢啊，借由这个机会啊，在台上过生日真的是不错。好，这现在就是我们两个就一人。